我是这里的站长，我叫 Joey。 早晨，我是 Connie， 你们的列车大使。 Hi， 我是技术员 Johnny。 我是交通狗察 Nicky。 醒目又可爱的机场快线精英小红，简直人见人爱。现在列车大使和技术员率先同你贺圣诞，12月6号记得去地铁站找他们啦。